啊，马上就到了，老板娘在等我们呢。啊。哎，让我们先走，我们东西很重的。以后都是上下楼的关系了，说话客气点。走。嗯，什么时候成了上下楼关系了？听说老板娘把 KTV 承包出去了。承包？啊，谢谢陆老板。是不是陷阱？我还要坐起来再看一看。哎呀，陆老板，我们这么好的场地你还说是陷阱，未免开玩笑了吧。哎呀，陆大哥，到时候我可以介绍很多美女给你，让你生意兴隆啊。那康老弟就赶快行动起来吧，不要现在满口答应，到时候却千呼万唤也唤不出来哦。哎，陆大哥的事就是我的事嘛，更何况你承包了老板娘的 KTV， 以后就是一家人啦。啊，陆老板，你可真是名副其实的大老板呢，不像那个庄校什么都没有的，还指手画脚冒充大款呢。哎，陆老板，说好是30万的，怎么只有10万呢？哎，手头有点紧，过几天再说。啊，我看这不是问题，陆老板在场面上口碑是很不错的。嗯，啊，你们先聊，我先走了。啊啊。慢走啊，陆大哥。啊，好好好。阿康，以后我的事你最好少给我做主，现在吹牛的很多的，当初你说把他明承包暗转卖的，现在呢只是承包。哎呀，老板娘，钓鱼不容易，让鱼上钩更不容易，你就将就点吧。嗯，来弟，你不是说明天才到吗？哦，我改变了日程。是这样。夏夏，你帮忙把它拿下来。我们玩得很开心。我只不过是开个玩笑。OK。请等一下。OK。夏夏，夏夏。笑笑，你别误会行不行？我有什么好误会的？那玩意会飞上天啊！笑笑，我们是在开玩笑。哼，两个人的世界变成了三人世界，这下你开心了是吧？笑笑。多美的夜景呢。雷迪啊，这就是东方明珠。哇哦，漂亮的她，多美丽呀、啊、无论如何上海都给每一个来访者以梦幻之旅的印象。是。到了，雷迪啊，
这就是夏夏的夜总会。哈、啊，看上去不错，但是没有气氛。他还以为是在拉斯维加斯呢，这是在中国。先生小姐，请到四楼我们的 KTV 包房，我们设备一流，音响一流，帝王享受，工薪开销。四楼开张了。是的，请光临我们的 KTV 包房。啊，可吗？你陪莱迪亚先走走，我上去看看。好、啊。走吧。莱迪亚，我们走吧。OK。最好能搞定，否则就是案板上的肉。现在谁也没有胆量说能够搞定。不过我们可以物色一个替罪羊，把条件谈得好，让他赚点油水。要是出了事以后，自然由他来顶罪。这我懂，可是我手下的两个人你又看不上啊。我倒是有一个人选。那快去叫啊。这是谁啊？好面熟。当然面熟了，他就是承包夜总会的老板庄肖。哦，他就是那个搞高雅艺术的美国艺术家。怎么了？现在没有声音了？阿康，赶紧搞定他。这不是问题，但是夜总会归我之后，你要做我的后台啊。没问题啊，再喝水了。哈哈、啊、来干杯。好。这四楼的包房早不开晚不开，偏偏在我们艺术节要开幕时突然开张了，对我们造成多不好的影响啊！尤其是门口那四个拉客的小姐，那简直就是……哎，不说了，不说了，这的确是个问题。我算是领教了，有句话叫什么？庙小妖风大。偏偏罗一成现在又不在，要不然傅云林也不敢贸然行事。就是啊，要租要包，还等今天呢。两碗牛肉面别忘了啊。好的，两碗牛肉面要快点啊。好嘞，来了来了。哎，久等了啊。哎，老板要点辣的啊。哎，知道了。好, 好, 好，马上就来，马上就来啊。哎，好。何伟。哎呀，康大哥呀，生意怎么样？哎，康大哥来了，生意肯定好了。哎，你气色不错呀。还行啊。哎，看看他手上的戒指就知道你们这里生意不错啊。哎呀，没本事赚点辛苦钱。对了，马马虎虎了。大哥这次是路过呢，还是想吃点东西啊？这次来呢，就是来看你们的。啊，哎，谢谢了。我想问你啊，罗一成出来没有？你挺关心他的嘛。他出来呢，总是要出来的，就要看他命大不大了。哎，有件事想跟你商量一下。是吗？就是那个金苹果的陆祥生啊，他把星神的包房包下来了。哎，这么精的人也敢包，要多少钱呢？这你就别管了。他现在呢，缺少一个大堂经理。你打算让我去？你警署里挂过号的。他。我。失业？你的意思让他去？没错。那好，太好了。那去吧，就这么决定了。OK。你知道西方人想看古代的中国，而中国人想看现代的西方。是啊，所以在中国呢，作为模特这个职业是很流行的，尤其是外国模特。
Lady 啊，就是一个特别的节目。哦，谢谢啊 ，Lady 啊，我们演出是要办理演出证的。演出证？我的演出不够好吗？这是在中国，演出都需要许可证。这是你跟石局长通融一下不就行了吗？通融一下？哎，我怎么就缺了点公关意识呢？我看未必吧。你跟刘金元认识也没几天呢，现在看起来好像老朋友似的。哎，你这什么意思吗？我只是随便说说而已，只是想证明你具有现代公关意识。你们在谈什么？没什么。出什么事儿了？他不高兴，我也不高兴。笑笑，我开玩笑也不是头一回了。他住在我们家，你怎么说的？左右逢源，一个男人两个女人，可以演一部电视剧了。你说我生没生过你的气？啊？你乐死还来不及呢，还生什么气？嘿，让他住我们家可是你提出来的，怎么成也萧何，败也萧何，我接受不了。你们能不能说英语？对不起，是在中国，这里说中文。港独。请。好，请。请坐。这是我们的材料，请把表填一下。好的。走。好，先生们，请稍等。行。伟明，嗯，你爱我吗？我觉得如果我们不谈这个问题的话，彼此之间一定会很舒服的。那么说你是怕负责任所以才做单身汉的？我是觉得我还没有这个基础。你是指我们两个？不是，我是说我还没有结婚这个基础。其实你的条件不错啊，在银行做白领是许多女孩子追求的白马王子。可是我并不喜欢那些井底之蛙。哦，那你还是个野心勃勃的银行家，怪不得我姐夫让你做财务顾问呢。嗯，谁说的？我猜的。你和你姐夫非同一般吗？没有啊，我跟他很少说话的。还想骗我？你姐夫的公司里有这么多职员，为什么要派你去深圳呢？啊，我差点忘了，你去深圳是要拿一笔很大的款项是吧？原来你都知道了。你刚才不是说我是他的财务顾问吗？我就知道你对我还是认真的，我对你也很真心，我很喜欢你。如果将来我们有什么结果的话，你还感谢一个人呢。是你姐夫了？傅盈林。陈先生，陈先生，陈先生，你在想什么呢？我在想罗一成现在很麻烦，账号也被冻结了。其实这是傅盈林的因素。这个女人就这么回事？这就很危险，很多事啊都是花在女人手里。先生，这是你们的公证书。谢谢。
有问题吗？问题在美领馆，那是另外一码事。谢谢。医生，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？罪恶就是罪恶，谁也逃不掉。别这么悲观嘛，我们还没有这么惨。南方现在在逼款，上海也在逼款，工商银行、人民银行都在逼款，我他妈都快撑不下去了。你放心好了。我能放心吗？这人到了这种地步，他什么事儿干不出来？难道你就不会生二心吗？啊，况且只有你能收了我，我却不能制约你。哎，绳子拉起来。嗯，好好好。啊，再拉一点。这个方案合适吧？哎，可以，可以。再拉一点。好。啊，这边这边往下放。这边。往下放。来，两边要平。那我来。好。啊，对，这挂起来。这个往这边，往这边。再抬高一点。哎，再下来一点就可以了。很好。注意注意。哎，这个往左，不，往左，往左，往左。哎，好，不，往左。哎，这个拿过去。这样可以了。好，不，好。啊，真会画的。嗯，好的好的，在这儿来，小心抬起来。哎，可以了。好，好，哎 ，Lady 啊，轻点，怎么样？太美了。好的，哎，你真酷。这样，往左搬一点。哎，好，这样可以，挪一挪梯子。啊，今天晚上啊。先生，请到我们四楼 KTV 包房，一流设施，请吧。消费怎么样？我们这里的总共节目没什么好看的，还是设备不错，还有表演呢。先生，走吧。哎，怎么这样啊？怎么这样子啊？他们真下流。我真不想做了，想换个环境工作。KTV 也太下流了，弄得老板不像老板，我们这些服务员都寄人篱下似的，什么事都要求别人。我们呀也太受别人的气了，他们竟然在我们门口抢生意，弄得娱乐总会像什么样子，乱哄哄的，一点也没有章法。当初啊，我是冲着庄笑老师来的，他是个高雅艺术家，又去过海外，他不会那么没有水准吧？现在啊，人家都已经骑到咱们脖子上来了，他有耐心给别人玩，可我们凭什么？一个月拿600多块钱，什么地方都可以干的。庄老师也是做了许多工作了。我想，他也不会闹着玩，谁会拿自己的钱开玩笑啊？我告诉你一件事儿。什么事儿？楼上新来的女经理姓施的，她说只要艺术节一失败，她马上就接盘，还说是老板娘亲口说的。不会吧？我相信。你这是干什么？庄老师，我和徐老师说好要辞职的，要不是为你的话，我真的走了。可是你这样赔钱太不值得了。也许是不值得，但对我来说尝试不会很多，也许就这么一次了。
生意嘛，本来就是竞争，有本事你们也可以到四楼去接客嘛。哎，这不是自相残杀吗？外头都知道，大家都是星神娱乐总会的，哎，是一家人呐。我们是讲实质，夜总会算什么？这么点小生意，总不至于兴师动众吧？啊，怎么搞文化大革命了？总要协调的吧，竞争也要讲个公平啊。这倒也是，其实多争了也没用，不管 KTV 还是夜总会，都是星神嘛。如果有本事的话，就把外面的客人给拉进来嘛。对呀、啊，老板娘说的话才是最公平的，咱们就应该枪口一致对外嘛。高小姐，那你说呢？我也没什么可说的了，不过副总，我想劝你一句，赚钱呢还是要赚得光明磊落，要不然到时候吃亏的还是你。哼，废话。好了好了，大家都已经交过风了，该说的也说了，以后不能再损害别人的利益去劫客，如果再有这种情况发生，银萍小姐当场就炒掉，听到吗？赵小姐，艺术节开张那天，陆老板不也是带了四个朋友过来吗？这不就是互相捧场吗？什么事没解决啊？来了啊，谢谢。嗨，买卖不错啊，像个老板。哼，算了吧，我一辈子都没想到过会干这种事儿。我看不错啊，比你在星神强多了。你怎么会过来？看看你咯，看你过得潇不潇洒。能潇洒得了吗？哎，他呢？你不知道啊？我怎么会知道？他现在是星神的大堂经理。他有这份能耐？什么能耐不能耐？这年头机会来了，你就是总经理、董事长。他挺好的，一个月工资1500-1600，加上每个小姐的抽成，能拿5000-6000吧。妈妈桑，随他吧，反正他是找到感觉了。你怎么样啊？和你那个信贷部主任，啊，睡在我的枕头上不头疼？算了吧，我可比你规矩多了。他到现在连我边还没沾上呢。那像你呀、啊，干脆双宿双飞。算了吧你，嘿，当初是你把我赶出来的，你又知道我在上海没有亲人。怎么，微微，你有悔改的意思啊？我呀，我现在感觉好极了，每天晚上数数钱。最开心不过了。哎，老板过来一下。哎，来了来了。哎，老板，好好好，两碗面。哎，好，老板，哎，来点醋。好好，等一下。哎，过来吧。好吧，你有什么要求？要点醋。就要醋啊？哎，啊，好，稍等啊，就来了。喂喂，醋在哪儿？哦，在门口。啊，陈先生，嗨。你好，你好，啊，不好意思打扰你了。不必太客气，我们走走吧。好，陈先生，嗯，有一点我不是很明白，贵公司在美国注册，完全可以自己申请啊，即使是想得到同行业的支持，也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。为什么在我看起来，这一条款几乎是成了赞助我画展的附加条件呢？啊，陈先生，看来你是有点误会了。罗先生和你夫人是朋友，中国人嘛，做生意靠朋友，觉得安心点，和画展没有关系。再说的明白点吧，咱们国内用公款到国外去是挺麻烦的，如果令尊能发出公函的话，所有的事情就显得合情合理了，是吧？啊，我方呢，到国外去考察的费用会预先转到你父亲的账上，所以你父亲根本没有任何的风险和损失，更不会有违法的行为。陈先生，如果你觉得有什么疑问的话，我们可以立刻终止。这么说起来好像没有什么疑问，但是事实就是如此。陈先生，我有个要求，但愿我们说的话
希望你能保密。好，走吧。后来呢，我们到了电信大楼，他让我给爸爸发了份传真，邀请赞助方，也就是投资方，到美国考察。几个人？就他一个人，他是投资方的委托代表。让我问一下罗一成。这可不行，我答应过他不告诉任何人的。嗨，其实啊，他就是想拿公款到美国去玩一趟。那爸爸怎么说？费用不用我们承担，他们把钱压在我们账上，应该没问题吧？也许没问题，只不过我觉得他的行为怪癖了点儿。啊，好了，我要出去了，你去吗？雷迪亚还在展厅等我呢，我得去一趟。那你去吧。那我走了。哎呀。这儿可真美啊，今天你这么好的兴致，不怕柯梦等不及？他呀，来了个莉迪，客厅都成了画室了，工作还来不及呢。会不会画出麻烦来？要麻烦呢就麻烦，不怕麻烦呢就不麻烦。哎，你说我这几天脑子里面啊，总是在想着贝贝的画，值不值呢？你虽然演出任务不多，可是业余教教钢琴，收入也是不错的。我呢，虽然闲得无聊，可是帮柯梦料理料理家务，帮他跑跑外交什么的，倒也蛮好玩的。没想到这罗一成的一封信，鬼使神差的，我就回来了。其实啊，你是想回来。我这心里头啊，总是别别扭扭的。你说这罗一成吧，他也是个独行者，一头雾水，摸不透。最近又来了个朋友，也是神秘莫测的，这到底是为什么呀？也许是为了钱吧。是为了钱？真是疯了！到底多少钱嘛？大概有几千万吧。传说啊，你想想，那些毒贩子敢冒杀头的危险去做赔命的买卖，大款们还不为了几千万闹得像是鬼打转似的。有道理。先生叶总会，你要订票是吗？好，哎，好的，好的，这里是先生叶总会，请稍等一下。好的，谢谢，请稍等一下。谢谢。你好，热线是要什么时候的？啊，谢谢。啊，星期五三张，靠近舞台的，您请说吧。我马上给转达。好的，好，谢谢。请稍等。好，我马上给你转过去。星神夜总会，你好。好，再见。星神夜总会，你好。喂，你好。你好。要五张周六的。嗯。啊，靠近舞池。喂，你好。好的，好的。星神夜总会，谢谢。没问题，请稍等。好，你好。请稍等一下。你好。好，来来来，拿过来，坐这会儿，摆在这。等会儿，小心点儿，都搬过来了。哎，来，都过来。放心，一边一边，这边，这儿，这儿。好，好，紧挨着，好，就一点啊。再过去一点。好的，好的。嗯，不错。来来来，好的。这样，这过来再高一点。来，把上面插上。对，好的。再往那边过去。好。再高一点。这样可以吗？可以，可以。我觉得再过来也好。来，搁这，搁这，搁这。放这儿吧。哎，好的。
再过去一点。哎，好，哎，哎，我来帮你一下。对，哎，来。好，开灯。哇，太漂亮了，太漂亮了，太漂亮了，王老板，那你就给5000块祝贺费吧。啊啊，好好好，那就谢谢了。OK， 拜拜。哎呀，赵小姐，你看这几天我的电话一直响个不停。就是啊，下面也是，赞助商有不少。赵小姐，我说现在罗一成他不在了，这星神呢就要靠我们两姐妹了。嗯，是不是所有的赞助商的发票都要到4楼财务部去开呀？赵小姐，我想是这样的，如果我们进一张支票就要开一张发票，而开一张发票呢就要加一张发票的税，如果这支票黄了，那我们不是白加税了吗？啊，这方面我不太懂。放心吧，有我在，是吗？啊，对了，赵小姐，你在这上面签个字，然后到财务部去拿20000块。艺术节嘛，总要搞点气势的，不可缺钱。啊，另外呢，我觉得那个艺术节期间呢，所有的货全都由仓库来发，因为他们呢有进货渠道的。这20000块钱是干什么用的？啊，是预付款最后总结账嘛。嗯，也好。那谢谢啊。不好意思。喂。哎呀，刘总啊。啊，是是是。啊，哎呀，您当然是贵宾了，不用送花篮了。啊啊，到时候再通知你好不好？啊，好的好的，啊，谢谢啊，拜拜。好的，好的好，哎，好好好好好的，哎，好，哎哎，好，再见啊。哎，电话通了。哎，好。喂，东宝集团刘总裁吗？你是谁呀？庄老师让我打电话给你。庄笑，哎，他怎么自己不给我打电话呢？新生璀璨艺术节明天开幕啊，这么重要的事情，哎，这样，你让他自己给我打电话啊。东宝未定，要庄老师亲自挂电话。哎，庄老师呢？哦，庄老师啊，他到文化宫剧场去了。啊，到剧场去了。电话通了。哦，喂，严总吗？哎，我是星神娱乐总会啊，你好。啊，星神璀璨艺术节，我已经收到邀请书了，代我谢谢庄小姐，我一定准时出席。哎，好好好，谢谢啊，再见啊。哎呀，哎，都已经发了邀请书了，再打电话给人家会烦的，算了，别打了。统计人数，明天要拍录像的，还怕人少啊？明天我都不敢拉生意了，要是有啊，一律放到3天以后吧。对，再打开一些。好，不错。注意节奏啊，节奏。对，好。舒展一些。哎，我觉得这个还是蛮有时代气息的啊。
作再快一点。好，不错，很好。这个动作，庄兄，不倒的。哎呀，刘总，哎呀，你好，你好，来来来，我来介绍一下。啊，这位是呢，新纪元服装公司的。总设计师冯楠小姐啊，她是徐总手下的一员大将，而且在国际服装会上都是拿大奖的服装设计师啊。过奖过奖，你好你好。她我就不用介绍了，通过好多次电话了。是啊，舞蹈艺术家庄笑，早在几年前我就如雷贯耳了。我认识你啊，很高兴的。我也是很高兴认识你，谢谢。哎，刘总啊，我们现在正好在彩排，没有茶水招待你们，不好意思。就是没关系的。要喝茶我们就不来这了嘛。是这样的，他们公司呢设计了十几套新式的时装，听说你们这儿了来了个美国名模，想赶在明天你们艺术节上亮亮相，再说也让你们增添了新的节目啊。服装那一面由我们来赞助，而且我们徐总呢也准备了一些费用，如果庄小姐能帮个忙的话，就请开个价吧。啊，这主意倒是一个好主意，只是时间上……哎，美国人是最讲究效率的，马上彩排嘛。可是就他一个人，而且也太单调了吧？就是啊，庄小姐，我这是特意赶来，一呢是表示祝贺，二呢是想请庄小姐帮个忙啊。那么至于单调呢，我有两个非常漂亮的女模特啊，那倒可以呀。哎，在哪儿呢？带着服装等我发令呢。哎，那好啊。哎，西风，这样吧，你给 Lydia 打个电话，谢谢。她模特一到，我马上就彩排。好的。嗯，刘总啊，你的朋友啊果然是精品哦。哎呀，别什么精品精品的，满嘴的都是生意经，是不是啊？庄小姐可是最讨厌生意人的哦。哦，笨嘴笨嘴，犯忌犯忌。对不起啊，庄小姐，对不起。没关系。哦，你们排练蛮辛苦的啊。是啊。哎，去看看新节目怎么样？哎，好啊，请请来啊。啊，你们都给我留点神啊。我知道大家最近都很辛苦，但是我还要跟你们说，哎呀，你看人家下面呢，热火朝天，我们这里呢就像殡仪馆一样，所以要拿点精神出来，知道吗？知道了，知道了。他们太引人注目了，你们要格外留神一点。是是，康大哥，老板娘找你。好，啊，你们先走。好，知道了。走走。进来。你看罗一成这招真管用啊，光是赞助费就20多万呢。哼，我还拉了十几家呢。嗯，不错。不用看了，这些钱都是用来给你的。这些钱算是陆祥生承包款提成呢，还是赞助款回扣，还是我鞍前马后为你效劳的辛苦钱，或者是英雄为美人受过的医疗和营养费啊？那你要钱还是要女人呢？如果可以的话，当然全都要了。你休想。我以后啊自会论功行赏的，到时候其他钱大家清。 OK， 无所谓了。其实陈伟明那边倒是大气。说到陈伟明嘛，这个人可真精啊，他给我的账我也看不懂，不知道他要干什么。那天我们两个都没有达到目的，他是聪明的，我傅云林也不是蠢货。你就别想着留一手了，如果让我去干，别说那个陈伟明，就是皇帝老爷的、哎、好了好了好了，我的耳朵都要给你吹爆了。不过嘛，做点小事呢你还是蛮有能力的。是吗？嗯，去哦。
么事？老板娘，有你的电话。我的电话？对呀。怎么转到 KTV 那儿去了？我也不知道。那好吧，我跟你一起去听。你等我一下啊。好。到底啊，是行家出过洋的，设计动作啊就是不一样。刘总，这组动作的编排啊，完全把我们的这套系列时装的非凡之处全表现出来了。嗯，如果要是让庄校来培养我们的时装队，那就太棒了。哎，你少动这个脑筋啊。怎么了？你也应该靠过来，大家帮庄校一把，把庄校的夜总会吵起来。嗯。停下，莱迪啊，动作要稳重一点，千万不要太轻佻。你说什么？你不像个演员，倒像个艳舞女郎。即使在美国，也没有人说我像艳舞女郎。这是在中国。中国，中国，中国。OK， 再来，再来一遍。哎，发生了什么事儿？啊、哦，动作太轻佻了。庄老师讲究的是庄重，那比轻佻更刺激，是美的刺激，审美的刺激。到底是年轻大学生，是有发现，有实践，而且还具备灵感。你倒会奉承人呢。哎，你问问他呀。我们公司里的先生小姐见到我，个个像瘟神一样，是不是？啊，刘总啊，对了，这一套系列时装的编排呢，基本上就是这样的，我走给你看看啊。哎，好的。看到了吗？左右摆动不要太大。尽善尽美，真是尽善尽美啊。眼睛像摄像机，心脑并用成了录像机，要当心磁带不够用啊。嘿嘿，对美的东西啊，我的磁带可是用之不竭啊。到底是舞蹈演员，举手投足啊有那么一股韵味。可惜啊，人家名花有主了。你这什么意思啊？在你这充满美妙旋律的脑子里，还有什么功利之上的空间？人与人之间是一种感觉，彼此感觉默契呢，就再好不过了。尽管如此，保持距离是维护友谊的秘诀，就像你和我。喂，距离也要有距离感，懂不懂啊？真的，我一直认为你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女人，我就非常喜欢和你交谈、聊天、聚会，这是众人皆知的，得不到肯定我也不会强求。因为我舍不得你这种朋友啊。讲得真动听啊。虚假吗？正因为你实在，我介绍你们认识。因为庄校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所以我也希望他也成为你最好的朋友。谢谢。谢就免了，我现在需要你支持。如果我力所能及，我肯定支持。如果能够互惠互利啊，我是绝对支持啊。好，谢谢。好，看我做啊。走台步的时候呢，一定要保持身体
的稳重大方，肩膀不要摇，臀部带动腰部。